今天试试你们广东老火汤排骨莲藕。喂，这人我也很喜欢这个汤啊。哎，那就来点，我不客气啊。这分明是湖北省汤，什么？我的广东煲汤还不落葱啊？炸！对吧嘞？管它哪里的，好喝就行了，还便宜，才30块一碗。干什么也不汤还便宜？妈，有钱仔嘞？没有，就升学宴嘛，收了小几万块钱红包喽。小几万？小几万？是的呀。哎呀，在我们那边的升学宴都算少的了。凭乜嘢啊？我同你读同一间大学，点解你有得搞升学宴？我哋间学校好威咩？我都唔敢同人讲。考上大学，本科、专科都会办。我表哥的升学宴收20多万红包呢。啊？喂，冒昧问一句，复读还有吗？不复读多给起，谋个创业。你搁这卡 bug 呢？你咋这么财迷呢？广东消费都这么低了。你话广东消费低，我真系估你唔到喎。嗨，那确实低呀、啊。你们公交车2块钱坐全程了。喂，2蚊搭全程，唔系全世界统一嘅咩？咱就说我们北京那公交，上车刷，下车刷，按里程计费的。啊？好家伙，咁咪即公共的士？没了忘记刷怎么办？您少担心，他会发个短信告诉你，按全程扣费。我就试过被扣10几块，啊、果然大经验。10几蚊给我搭进去。行，兄弟，今天晚上我们不醉不归，来出去 happy 啊！那今晚不用等你回来了，要等啊，我9点就回来了。咁你又同人哋讲不醉不归咁嘅？啊，表面兄弟啊，呢啲啊。什么呀？9点很晚了，以前超过9点不回家，我爸妈得把我手机打爆。广东9点宵夜店都没开哦，你以前没出过夜街啊？我以前最晚回家的时候是做晚练的时候吧。晚练的咩嚟？就晚自习啊。做卷子嘛，还有午练，吃完午饭就得做了。哇，你们江浙沪都统一没午休的吗？什么呀，我们有午休的，半个小时呢。哇，我们午休2小时，你们午休半小时，然后我们考同一个学校。我赢麻